天晚上看你怎么逃。昨天晚上睡得好香哦。我也是。哎，你放我下来，你干嘛？我还要上班呢。都是要当妈的人了，怎么能穿着高跟鞋走路呢？我送你进去。当妈？什么鬼？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在哪见过？看够了吗？哦，你放我下来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报什么警啊？报警我就行。流氓你！哎，放我下来！流氓！哎，你放我下来！叶叔叔，注意，你们放心，我已经和婉晴说清楚了，我们就按之前说好的做就行。只不过新娘……啊？你们怎么知道我叫什么？你们谁啊？老公，你看他怎么？怀个孕，智商清零了？你才怀孕了，你叫什么？你告诉他，叫爸爸，爸爸。淑渊，你看这孩子真的好好教育教育了。淑渊，叶淑渊，你真敢叫啊你！沈令竹，风木尘。你们先等等，我捋捋。下毒，怀孕，你自己慢慢捋吧。糟了，你听我说，我是夜晚哥。呸，我不是你说的那个夜晚哥，我不认识你。要不是我吓的，我也没怀孕，我更不想嫁给你。这一切不都是你想要的吗？稍等一下，我肯定是在做梦，我肯定是在做梦。还不行，光掐没用啊，得扇脸。是吗？谢谢啊。太轻了也没用。哦，怎么还不醒啊？哎，你也出不去啊？我是不是也演得挺好的？戏精，芝麻开门。芝麻开门。兄弟，就靠你了，夜晚哥，拼了！嗯，小哥，咱们的婚事是不是得安排一下了？救救我！哎呀，我这会儿怀孕，反应有点重，不然你们带我出去透透风，做点心情愉悦的事儿。想去哪儿？带你去。如果我夜观星象九九八十一分七七四十九秒，今夜小行星撞向地球的可能性极大，说不定就是我回家的凌晨吉时。
嗨。啊，拜。风哥哥，我美吗？演技还是一如既往的烂，既然这么离不开我，不如咱们就趁早结婚。是不是很喜欢？你这胸假的吧？为了风势，你干嘛？我就说你是假的吧。搞什么呀，小说网站一点福利都不给啊。这男主是有毒吗？小姐，老爷子来了。老爷子，来，快走。夜晚哥，快上来！你少装这种可怜兮兮的样子。昨天悔婚，今天寻死，还把人推下水里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把我想的也太重了，呸，太恶毒了吧你！我没空搭理你，快快快，上来了，没事，没磕着吧？小姐没事就好。叶晚哥，你每天到底在作什么妖啊？拜托，这里可是我家，你每天往我这儿跑，你自己没家吗你？你每天弄这些幺蛾子，不就是想让我来找你吗？真是不同长相的霸总，有着相似的资历。不行，我、又干嘛去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风尘，你可不要后悔。哎哎你哎哎哎老大老大夜晚哥，你竟然反复刷新我的三观啊。这一下我的脸是丢到太平洋了。噔噔噔，你怎么光着在我屋里啊？还不是拜你所赐。对不起啊，刚才身体不太舒服。那你换完了赶紧出去吧啊。夜晚哥，你这几天有点不对劲。我哪儿不对劲了呀？我们聊聊婚事吧。
算来了你。难道今天是我们风总对叶小姐兑现承诺的时刻了吗？来吧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一下好不好？快点快点快点。准备好了。而且大家有所不知，风先生居然愿意舍命救我，你真的好爱我。请问二位是还有一段英雄救美的前史吗？是。是我。但是，但是是个人都会救的。老大，过分是分歧的，分歧的。留得青山在。和在场的各位来宾一起见证叶婉歌小姐和风母尘先生的爱情。结婚？那祝二位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拍完了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你家啊。这是我家。你住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？因为广大观众希望我们住在一起。好，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，就别怪我有过分的要求。你是不是要签订一个同居契约？第一条，不得与对方发生肢体亲密接触。第二条，不得干涉对方的生活隐私。第三条还用我说吗？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就这么决定了，盖章。哎，这间不错，我就这个不行，这是我老大的。我当然知道是风总的房间，除了风总，谁还能这么有品位吗？那当然了。你别动，这是我刚刚收拾好的。这耳钉也太丑了吧，土鳖！这是袖扣，你连袖扣都不知道，还土鳖？我老大的床你也坐？云逸，把他给我拎出去。这么想和我同床共枕？风尘，我建议你呢，还是好好想清楚。虽然咱们现在是夫妻关系，但你还要仰仗我们家。如果让我爸爸知道我在这住的是客房，他会怎么想呢？怎么是你啊？宁元呢？他住楼下，我住里屋。除了你和张马，其他人不许上二楼。那谢谢你了，你家规矩还真多，上个二楼怎么？这里是我的私人空间，叶婉歌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好，好，好，寄人篱下，我低头。我再警告你一次。这是我家，
别逞强。那我也再提醒你一次，记得我们的契约，还有我爸爸。嗯，行李自己收拾。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哈，太香了吧！这个锅是用来煲汤的，你居然用它煮面。那我收拾收拾不就行了吗？小气。这个刀，你用它来切葱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刀切葱很顺手，我做泡面那可是一绝。我去睡了，以后不要再下厨。差生文具多，不做饭还那么多讲究。这也太香了吧。你能不能换个锅给我煮一碗？哦，我煮面是给你吃的吗？那你煮面给谁吃？当然是我自己吃啊。多做一份吧。哎，以后不准随便进我屋。补充协议，你给我煮的面呢？没你的份儿。你这个协议简直离谱，床位费每天5000，伙食费每天650，正餐以外按时价收费。且不说你这一点娱乐设施都没有，出小区要3公里，到最近的超市要5公里，你怎么好意思要那么多钱？我已经……我什么我？再说，明明当初签结婚协议的时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现在你过来反宰我一刀。你那些破厨具我是不太懂，但民宿价格我可是一清二楚的。你这样，我到消协告你，你信不信？自己也觉得哑口无言吧。淋浴、浴缸按次收费，哎，哪个民宿这么干啊？马桶你还包月？怎么，你是替我着想，上大号还省钱？这是我家，那就要听你的。对，那我是你老婆呀，打个折嘛，6折。好啊，99折。我呸，你是财迷吗？你还有没有一点暖男男二号的样子？你又在说什么？如果你不想住这儿，没人强迫你，你可以立刻搬走。搬回去的话，岂不是会影响婉晴的感情线？看来得稳住这个男二才行。那我就再忍忍嘛，反正我家也有的是钱，明天我就给你转账啊。要不我煮面给你吃？不用。